好，准备啊，继续啊，开始，一二三停。王源是帅的啊，这样。王源，你看一下你旁边娜姐的姿势，你再看一下你旁边花姐的姿势。你知道有一个戏啊，就是员外家有两个傻儿子呢，一个是这样的，一个是这样的。好，吴昕，你看热闹差不多得了啊。好，来，开始，一二三停。王俊凯那么可爱呢。我再次提醒吴昕、海涛，你们该出发了啊。好的好的好的，这是人群代表，太密了。好，来，准备啊，开始，一二三停。开始，一二三停。何老师，他们两个都动了。王源动了，王源动了，王源动了，王源动了。好，王源回到原点。千玺 hold 住啊，千玺不要偷着抠自己的大腿。被我看到了、啊，站不稳了。好，开始，一二三停。各位看一下谢娜的姿势，也是个不好惹的。好，来，开始，一二三停。怎么了？佳佳，他应该回到原点。他在空中是吧？他刚才在空中。他在空中。千玺，你不是一早就在这儿了吗？怎么三四次了，你还在这儿？是左腿。哦，现在换右腿了，是不是？换右腿了。俊凯，你怎么在走模特步啊？啊？何老师，何老师，俊凯动了。动了。动了。你怎么动了？好，开始，一二三停。一二三停。开始，一二三停。开始，一二三停。我没动。你没动？哎，等一下，你本来没动，然后你就观察我有没有观察你。那个头不能动啊！啊，回原点来。好，来，林华已经快胜利了，林华稳住啊，不着急啊，预备，开始，一二三停。何老师，那个维嘉，你刚刚大喊一声是什么原因？是有谁踢了我一脚？哎呀呀，就踢了，就是曾毅，来，准备啊。开始，一二三停，一二三停。何老师，王俊凯在空中，王俊凯在空中。刚才开始的时候，你不是在那儿吗？我只说了一个一二三停，你已经飞到这儿了，是快的嘞。天哪，动了！维嘉终于撑不住了。哎，各位看。曾毅和海涛像不像新款的那种海报？那种两个人哈，好来啊，准备啊，预备开始，好，一二三停。好，林华安全过关，维嘉回到原点。王源，你不要偷动啊，你不要偷动好吗？来，预备开始，一二三停。王源，你老是在那抠抠搜搜的，你回去。王源永远有小动作，抠这儿抠那儿的啊。对，好，准备，开始，一二三停。怎么，孩子饿了，要吃肝啊？来。请大家注意这样一尊思考者。好，准备啊，开始，一二三停。可以举报吗？举报。这位同学是转过去的。哪个？转过去的。是吗？是。好，回到原点。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，
一二三，点。好，娜娜过关，预备，开始，一二三，点。黄老师，千玺在空中。好，算得过，算得过，算得过啊！来，预备，开始，一二三，点。好，预备，开始，一二三，点。何老师，海涛自己不过，他也拦着别人不让别人过。海涛动了，海涛都没动。海涛是谁动了你？是不知道谁有一直在掐我的肉。谁掐你的肉？不是，他们都在掐我的肉。好，四个人都回到原点。最后的冲刺，快！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，一二三，停。你们是怎么跳过去的？我觉得好难跳过去。好，维嘉回到原点。哎，我真的走了一小步的路程。对，加倍飞到了哈。预备，开始，幺三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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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王俊凯。好，王源加油啊！来，预备，开始，一二三，点。开，开始，一二三，点。加倍动了，他被海涛拽下去了。好，开始，一二三，点。